蓝色短裙民众党色系领巾，柯文哲北区姐妹选择之友会，请来空姐应援团火辣热舞，但这样的桥段先惹火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。脸书开炮，柯文哲和前技师张志豪筹组的空姐应援团，紧身窄裙、镂空上衣跳舞表演，物化空服员恶劣行径，予以谴责，并要求公开道歉。很多空服员看人觉得不愉快，柯文哲跟张志豪办这活动的时候是跟性别平权有关嘛，结果党还做出这样认为很不好的示范，所以我们希望政治人物应该要有他的高中应该出来道歉，来物化跟性化空服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做呈现，认为非常不妥。工会透露，这样的舞蹈桥段引起许多空姐不满，才决定发声。网友也认为，姐妹会原本是要翻转柯文哲艳女形象，却直接上演物化剧情，没想到白粉大肆护航，真的感到遗憾。支持工会捍卫基层劳动尊严，这样的桥段。洗白丑女的形象，歧视女性的言行，坦白讲，这一个表演桥段根本就是搞砸了。物化女性是相当不对的，所以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，必须要深刻检讨。特别办造势，想撕丑女标签，柯文哲适得其反，引起更多反弹。对此，柯文哲近半回应，后援会主办单位邀请专业舞团表演，由于当中有飞机桥段，舞团建议服装与舞蹈绝无对任何职业不尊敬，甚至物化之意。三立新闻林凯君，我们学院 TABLE 的。